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09年7月30号，旧历的6月7日，礼拜四。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时间来看麦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当地24年，中药圣皇庙准备要伫咧7月31号到8月4号，连续5天举办圣皇出巡的吊唁活动。台湾乡民代表会召开临时会，提出进行纾困自治条例甲追加预算的案件，无异议通过，预计伫咧8月中旬发予台湾乡亲每一个人1000元。药商琉璃伊即马讲危害着彰化市的咖啡树甲龙眼树。彰化市公所是免费发放空气药剂，予农民帮助因来除虫害。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宗教圣事。有300多年历史的彰化圣皇庙准备要按31号开始展开为期5天的吊唁出巡活动。由于彰化圣皇庙伫咧彰化地区是真重要的信仰中心，真侪信徒拢真期待。加上即届即个圣皇爷出巡是让卖24年才来举办的，庙方30号拜祀早起时，就特别依照鼓励，由彰化县长王惠美、活动大总理白鸿松等人，恭请圣皇爷登轿，希望伫即个防疫时代，保庇彰化县民平安健康。等了24年，彰化圣皇爷将要伫8月1号出巡。县长王惠美甲廖进出巡大总理白鸿松等人伫30号早起恭请圣皇爷上轿。在北极有情，欢欢畅游，大家平安顺利，发财钱哦！彰化圣皇爷每过12年由县长亲自决杯请示，一杯就决定是毋是要出巡。今年2月8号，王惠美拨出圣杯，确定8月1号出巡，嘛希望圣皇爷会当保庇彰化平安顺利，万里稳游。圣皇呢，通常是12年每一个鼠年哈，那由我们这个当届的县长来拨杯，而且呢是干那一杯的这个决定出与不出哦。那在距离上一次出巡已经有24年哦，那也真的很高兴，咱的这个城隍爷要来出巡。等了24年再次出巡，担任圣皇爷出巡廖进大总理的前关义会议长白鸿松表示，王馆长在拔杯的时阵拔出立杯，非常的灵验。这摆搁拄到疫情，相信圣皇爷出巡会当庇佑全民身体健康、平安快乐，予疫情早日消失。伫咱馆长咧拔杯咧，一杯仔仔之夜，所以讲咱圣皇爷讲啊，非常的灵感。啊，佮配合到即届疫情咧，伊也等到即个时阵已经疫情较消失啦，啊，所以圣皇爷出巡会当保庇咱全民的，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疫情赶紧消失。彰化圣皇爷8月1号出巡，7月31日暗时会先派出7夜8夜暗访。圣皇庙总干事表示，若照鼓励，一般民众爱闪避，建议如果拄到暗访，会当甲庙方提平安符或者是平安饼报平安。如果有看到的话，就是看到7夜8夜，希望民众不要惊吓哦，因为他惊吓的时候，有时候7夜8夜他就会觉得你怪怪的或怎么样，他就会跟随你。哦，然后以孕妇的话，也是没有禁忌啊，也是可以来参与，但是最好是，咩啊讲，这咱就尽量会使回避，咱就回避。庙方人员表示，这回圣皇爷出巡的庆典有5天，7月30日暗访，8月1号圣皇出巡，8月2号车巡，8月3号到4号接收，欢迎乡亲做伙来见证历史。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
中央政府发三倍券振兴经济，何必定加码发100元银的现金，予镇民是真欢喜。即马讲联会大乡公所嘛，趁着代表会召开临时会时阵，提出振兴纾困自治条例，追加4500万的预算案件。最后，这代表会是无异议来全数通过。预计伫咧8月中旬，会大乡民哦，每一个人就会当领到1000元的现金。花壇鄉民代表會召開臨時會，這次會議最主要的新早議案就是振興紓困自治條例和追加預算案，代表會全體11席代表都出席，無異議通過。咱的鄉長，咱鄉公所也提案說，為了咱的經濟問題，要來發放咱的紓困金，每一個人1000元。这个案件今仔日啊，阮代表会当然吼，大家嘛拢真正尔啊欢迎，讲为着咱会团经济吼啊，所以讲今仔日阮大会嘛会通过啦吼。乡公所甲代表会取得共识，要来分1000元的振兴纾困金，出席的代表全数无异议通过。毛代表建议乡公所办抽奖，鼓励搁较侪人来会团消费。我们在花坛乡消费，外县市的人来消费的话，满1000元还是满多少元，我们就发放一张摸彩券，那我们也可以编列一人，咱今晚咱的彩券预算很高啊，咱来再搁编一寡金来。会团乡长表示，提案经过代表会通过了后，会搁送县政府比查，预计8月中旬就会透过全办公室来发放。通过着咱就每一个咱的乡民哦，1000元的这个振兴礼金，啊，会当讲予大家民众讲，予对咱这个予政府关心着民众这个这个政策有感，啊，所以讲咱即卖来个通过，也预计讲做的时间做差不多伫咧8月中，会伫咧每一个村诶村办公室来发放一个这个现金礼金1000元。会团乡公所即摆追加4540万，被分予全乡一人1000元。只要是今年6月30号进前户口设置会团乡亲，拢会当领。会团乡赞！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啊，那过来来看，油箱琉璃椅除了走入去社区以外，即马连我近山区正加比加灵验的高树顶面，嘛，予农民发现出现这一只一只黑色的军队。不但观光客唔敢来，即马讲连卖水果的工人，嘛因为到遐是伤过济，无愿意来采收。彰化市公所即马就免费来发放防治的药剂，予农民，帮助农民来消毒虫害。咖啡树顶头的咖啡豆啊，已经结果，后个月就会当采收。不过详细看，咖啡豆啊顶头拢是黑色的狗虾，这就是油箱琉璃蚁。高龙讲狗虾的危害这么严重，观光客都唔敢来，连采收的工人也会惊。啊，就是大家拢唔敢我去咖啡厂安尼啦，啊，因为即马就是。过来面临要采收期要到啊，啊所以一定要赶紧找到防治的办法，啊无到时请无工人，我通啊办咖啡啊。所以对恁的损失嘛真大。那无通啊办是规年拢无收成啊，嘿，那无人要办的时阵啊，那咖啡搁放咧互伊落安尼尔，就变作都无法度收成。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这段时间不断有市民反映，油箱琉璃的危害愈来愈严重，因此公所将先采购1000份的防治药剂，这药剂毒性拢较低，对环境嘛袂有危害。咱希望农民啊，然后发生这问题，彰化市的市民，然后这发生问题，拢会当欢迎来彰化市公所领需要的这药物，也是药罐。哦，啊，咱若无到耳挂，阮会大量去采购这个硼酸，啊，家己来调配。啊，你用一个小袋子、小盆子，买干阿客。但是我阁强调者，硼酸这个毒性非常低，但是伊必须要连续用。本身对生态保育就真有研究的林世贤强调，根据专家合作的研究，除了耳剂以外，用地口水喷伫狗遐顶头，卖当防治，这是真够工，尽量卖用农药，避免生态失衡。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新竹乡乐龄中心特别举办大家乐器的课程，和时代对着老师的指令来讲出活力。
好，我是张永森医师。台湾领先国际实施口罩实名制，经过防疫及公平性，守护民众的健康。国内疫情现在趋缓了，口罩国家队将持续驻内援外，大家依旧可以透过实名制购买一片5元的台湾制口罩，14天可以购买9片哦。另外，口罩出口禁令也同步解除，可以透过携带、邮寄等方式将口罩提供给海外的亲友哦。感谢口罩国家队、国军现役及后备人员、中华邮政及协助贩售口罩人员的全力支持，也感谢员警们维护秩序，协助推动防疫工作。台湾疫情控制得以领先国际的关键之一，就是有高口罩覆盖率。请大家持续配合防疫措施，共同保护家园。建国科技大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进修部单独招生，详情请洽04-711-1111-1326。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五，也是旧历的6月11。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公在正南方，好时是在起11点到下晡的1点。另外有什么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为了守护居家社区的治安和交通安全，合并新庄社区是跟大天宫联手合作，在东发路总共是来加装16支监视器，让所有巷道路口都有监视系统，防止贼仔和骗骗纠纷。合并新庄里的东发路是通往中美路和中心路的重要道路，加上真侪巷公路，所以常常一无小心就发生消防的事故。因此，大天宫特别甲新庄社区联手，开了16班伫东发路加装16支的监视器，来维护当地社区的治安甲交通安全。庙的算公的社区嘛是大家共同来咧迄落，所以只要因若有讲哦，比如咱有法度甲做，咱就来甲做，因为这是就是讲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安尼啦。啊，阮哦，阮的监视器目前是敢若前到即线尔啦，啊，过来又到后壁线，迄边，迄落12、13、14、15、16迄边遐的，因为下较慢到，就经费嘛一个问题啦。过来就是主机要放咧倒，这也是一个问题啦。因为阮新庄里即个东发路遮吼，每一届吼，因为这是中美路通到中心路嘛。啊，每下早暗啊咧上下班哦，常常拢车祸啦。啊，较早阮拢有斗，但是用啊旧来啊吼，已经拢无咧修理，因为修理费用高，所以即届阮新庄社区发展协会哦，啊，结合阮新庄里的大天宫吼，啊，两个共同合作起来吼，啊，来弄即个监视器，拢总有弄16支啊。啊，即明年度若阁有经费应准的时候，阮就中华这边吼，中心路这巷仔这吼，阮会阁看想办法阁来安装啦。在天宫甲新庄社区共同合作，完成东发路的路口监视系统，得到地方乡亲的好评不断。谢德雄主委表示，东发路每一个巷道出入口拢监视器，除了会当防止贼仔犯案，也当避免交通事故纠纷。在中华新闻也访吴何美彩虹报道。为着要让青年学子远离毒品，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中华惠安宫伫咧秀水高中举办青少年暑期篮球3-3打球比赛。除了是来传扬着腰肢金表自比度势精神以外，同时嘛，予喜欢运动的学子会当互相联谊拍篮球的技巧。青春活泼的舞蹈，展现少年活力。由中华惠安宫主办的篮球3-3报名赛，伫咧秀水国中篮球场正式开打。篮
篮球场顶开满参赛选手，中华飞安奖委员也甲教师组队落场拍球练习。上届重要的是，借着暑假篮球赛活动，向青少年朋友宣导反毒、反霸凌。重点是真的不要吸毒，因为吸毒没有一个好下场。哦，更不要贩毒。好、哦，然后不要欺负同学。现在网络霸凌很多，对不对？有没有在网络被霸凌过的？感同身受，真的是不舒服的。哦，所以今天办除了办篮球赛之外，重点是大家能够互相提醒，不要网络霸凌啊，然后不要吸毒。旁边如果遇到朋友、同学有吸毒的，一定要赶快阻止他。然后表示，篮球是学生囡仔上爱热门运动项目，希望透过竞赛展现活力。感谢彰化惠安宫用暑假期间办理这个青少年三对三的篮球赛，让我们秀水国中来进行协办，那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是以反毒反霸凌为主题，那鼓励同学多运动，而且投入有活力的运动，远离毒品跟暴力的危害。那报名非常的踊跃，目前有45队参加，是以国中生为主，那分男女分组进行，那让同学展现平常篮球训练的成果跟水准，实在是非常的正向有意义。再次感谢彰化惠安宫的一个全力赞助，也欢迎有更多的社团可以到我们秀水国中来照顾关怀更多的学生。为了推广青少年健康运动，中华飞安宫受到邀请，踊跃支持，头一回举办篮球活动，提供一个公正公平的篮球比赛，让真侪喜欢篮球的学生囡仔，真正伫咧篮球场顶流汗，替暑假生活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将华新闻林桂英、秀水彩虹报道。来看这阵时大真古主要新港乡乐龄中心社区特定计划，特别伫咧溪底社区举办乐龄大球教育课程，结合原本几点的律动课程，丰富的内容，成功提升社区长辈兴趣，嘛来达到乐龄学习的目的。新港乐龄中心伫溪底社区举办特点计划，特别开办大气乐器课程，融合原本的律动课，丰富长辈学习内容。乐龄中心，然后在溪底社区拓点，然后因为我们这边也是那个是上的是打击律动课，那因为这边的长辈对于肢体律动跟打击，他们有比较熟悉。所以在课程方面，我们加入了比较困难的，例如是走位打击，然后方向感，然后自己还有队形变化，透过于走位空间练习，提升脑力这样。姚顺龙老师指出，为了活化长辈脑部活动，这次特别设计高难度的动作和队形，除了跳舞以外，还有打击乐器的演出，难度比较早更较高，但是长辈经过一次又一次练习，搭配音乐、口诀，很快就把动作都记起来。每星期四有长辈的表演时间、律动时间，这一次有机会跟我们深港乡公所乐龄中心来配合他们的打击业，让我们的长辈能够更加的活力律动，让长辈能够学习更多。社区的志工也特别准备甜食、水果，让长辈休困的时阵补充体力，非常贴心。姚武辉总干事表示，真感谢公所乐龄中心的协助，让课程愈来愈丰富，长辈也愈学愈有兴趣，活力满满。台中华新闻叶芳瑜、新港彩虹报道。罗岗镇农会苏建会举办幸福农村推广活动，邀请工艺师带领学童做伙来订一个春联会。大家好，我是曹玉婷医师。响应防疫新生活运动，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落实每一个防护细节，就能安心生活，享受生活。
当民众前往菜市场、夜市等户外购物环境时，请务必注意下列两点：一、随时保持手部清洁，用肥皂勤洗手或自备酒精干洗手；二、保持社交距离或全程佩戴口罩。另外，用餐建议可优先选择有梅花座或具备隔板的店家，降低人潮群聚的风险。最后提醒大家，若出现发烧、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请佩戴口罩，尽快就医，并在家休息，不随意拍拍照。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日常生活安心没烦恼。大中华新闻继续来看，暑假到了，真侪爸爸妈妈都会替囡仔安排暑期营队课程。罗岗镇农会暑建会就特别来举办农体处迎合农村的推广夏令营活动，除了带一挂囡仔熟悉农产品，课程内容嘛加入真侪罗岗工艺师 DIY 课程，希望让囡仔会当生了欢喜，嘛学到满满知识。提出传统的春啊花，详细介绍各种春啊花所代表意涵，以及安怎甜春啊花。因为春啊花几乎都是已经用了无啊，啊，我是认为讲，给人教这技巧，啊，用这个童趣，它会引起囡仔的兴趣啊，啊，所以我们这里这家金鱼就是年年有余的意思，啊，用多子多孙来代表。暑假期间，乐冈镇农会暑建会特别举办两体处的幸福农村推动计划，透过连续五天的体验课程，让小朋友认识农会甲暑建会，以及学习传统工艺文化。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哈，是邀请哦我们那个才艺哈那个春花会的那个指导老师施老师来教导我们小朋友来做春花会。我们鹿港的春花会呢，在彰化县哦，甚至全国也是非常的有名气哦。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手工艺。然后今天这个课程，我们来教小朋友实际来操作哦，实际来做哦，让他们有一个对春花会有一个认识哦。同时呢，能够在跟他们平常在家里面所做的一些活动呢有所不同哦，等于是一个新的体验。规早起的活动，小朋友耍啊真欢喜，会当学习到知识，阁会当家己动手甜春啊花，拢讲学到真多。以前暑假没有参加夏令营，都在家里，然后在家里不知道在干什么，在上面耍废。然后呢，今年暑假参加了很多夏令营，然后这个还让我体验制作凤梨糕，还有那个春啊花。我第一天有做凤眼糕，然后第二天有学到老屋的一些东西嘛，然后今天有学到那个什么春啊花的 DIY， 就是原本在暑假没有做什么事，就是都在家里看手机，然后但是来这里之后就是会做一些很多活动，让暑假比较充实。互农师教育向下定军，鼓励囡仔透过活动了解家己故乡的工艺甲农业，希望这阵农业青年种子军大汉了后有机会，和台湾优质的农产品继续扬名国际。多将华新闻林桂英罗岗采访报道。基本消息来看到艺术体冰冷的病院，增添真济温暖的气息。红林病院就特别跟文化部艺术银行合作，伫个病院大厅设立走廊和建设等所在，采上艺术品。每一层楼哦，讲拢有无同款的主题，希望丰富病院空间，嘛，互看病民众会当欣赏到台湾艺术家的作品来舒缓情绪。一般民众对于病院的印象就是冷冰冰，一片白色空间。不管是来看病，也是做检查，心内无自觉会产生压力。枫林病院为了舒缓看病民众的不安情绪，特别跟艺术银行合作，在病院大厅、室内走廊等所在设置艺术品，丰富病院空间。
红仁院历经两年多的一个新大楼跟旧院区的一个整建完工之后，在我们五月份有这样的因缘机会，跟我们的艺术银行有了这样的一个接触。那我们的医院哦，其实我们希望突破的就是医院不再只是一个白色巨塔，医院是可以有温度的。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艺术的作品，在我们的医院里面不同的楼层、不同的氛围，其实我们得到很多民众的认可，也都给我们按赞，因为说今天到了红仁医院真的很放松。复健科这里哈，感觉就比较有压力，因为看见都是仪器什么的这样子哈。那现在有多一些图片什么的，感觉会比较轻松，哎，比较没有那个压力在。艺术银行是文化部首创的艺术流通平台，希望让艺术品有机会进入日常生活，民众会当地无同的空间欣赏到艺术品，认识台湾艺术家。画作边啊，还有介绍作品的牌啊，顶头还有 QR code， 只要扫描，就当看到作品导览，就亲像是伫美术馆同款。跟红仁医院的合作可以说是艺术银行第一个跟地区医院合作的案例，那我们其实蛮开心的，因为其实艺术介入医疗空间，我们觉得它非常有这个必要性，因为很多人来到医院可能心情没有那么的愉悦，我们希望透过艺术品能够减轻他们的一些压力或者一些不安的一个情绪。以前来这边是有比较冷冰冰的感觉啦，但是现在有画作出来哈，让人家有一种赏心悦目啦，会多看几眼，减少让人家有减少说等待的时间的感觉，啊，多一份欣赏的时间这样子。艺术也是治疗的一种元素。红仁病院用心规划，营造美好的医疗环境，来病院的民众也带有不同的心情转变，站在艺术品头前，感受作品带来疗愈力量。台中华新闻罗富林、李冠金、王林采访报道。来关心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89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20.7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油菜上价30，中价22.1元，下价15.1元；高丽菜上价28.1元，中价20，下价15.2元。布啊上价15.1元，中价10.6元，下价8.5元。油啊上价45.5元，中价29.4元，下价17.9元。火柴上价69，中价61，下价22.8元。鸡蛋上价25.3元，中价17.3元，下价10.0元。包食饼上价16.2元，中价11.6元，下价6.5元。葱头上价25，中价16.7元，下价12.5元。空气品质方面，西部部地区酷暑条件较歹。AQI 指数来到95，空气品质普通。气象方面，受到一个太平洋高压帽按台湾北边的海面向西边来伸展，西北部地区拢是晴云好天，高温炎热气候过道了后，会来落一个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贝英，等期待再相会。